娜思思就在这里恭祝大家新年快乐。那等下到晚餐的时间可以跟家人一起团聚，然后吃团圆饭啦，然后好好的享受这一刻吧。那今天思思一早梳洗好吃好早餐过后呢，就要干什么？那就是要帮家里人，然后帮忙摆放这个什么吉祥水果盘，是不是这样子说？我也不知道，总之每年家里就是要摆放这些吉祥的水果 ，OK， 代表新年期间又来了一份祝福，然后一份吉祥，看到很觉得很吉祥的事情。不知道大家已经看了腊月二十八的影片了没有？因为今天的凌晨2点，昨晚我剪片很迟，然后相信也很努力的上传完毕了，然后因为这边的网速很慢，所以很感恩顺利的把影片上传上去了。那记得大家要多多支持哦。好的，那现在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来开始摆盘吧，好吗？那首先呢，思思会把这个最大的黄梨放在中间位置，把这个两颗柚子再继续放在这中间的位置哦，等一下给你们看哦，瞧一下镜头给你们看，然后把定好的这个妈妈准备好的八颗柑来放在这个最旁边，招财进宝模型的那种年糕，好 cute 哦，放这边，然后放红包，让它红红的感觉 ，OK， 还有两颗，两颗 ，OK， 两颗的大蒜，我绑一下。绑一下，剪刀，绑一下哦。一个蝴蝶结，绑了一个蝴蝶结 ，OK， 大蒜就绑好了。然后随便呢，放在这个。还没有哎，来 proof 啊。好嘞，噔噔噔噔，耶！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也不会摆了，随便了。OK， 呀，完成了第一种任务。那接下来我要去洗车啦，然后要 vacuum， 要吸尘我的车子一下。看，但妈妈还很忙，在装饰她的花，要放上红包纸。现在跟我爸爸用一整个早上洗车，现在已经12点多，要吃午餐时间了，很热，我需要吹风扇，等下再给你们继续聊啊。炒的螃蟹，刚好爸爸买的，还有一些备菜，有点乱了、现在。哇！哇！那就这样。
跟妈妈在拍照哦。吃晚餐啦！来了来了，全部来！我来了！哎呀，今天一整天没有化妆，然后我大姑大伯小叔他们呢已经回家了，现在已经吃好团圆饭了，然后我也刚忙好，然后比较闲空下来了，因为你也看到了洗了一大堆碗啊，丢了一大堆那个些啊剩下的残食啊那些啊，所以很忙很忙。因为今年轮到是在我们这边家里吃团圆饭，所以就变成我们家就比较忙哦。妈妈就已经从不知道几时啊，也不要讲今天了，也是从还没有过年前的上个星期了吧，就已经忙到现在了，所以她也是挺辛苦的。因为今天也煮了几道菜啦，然后其他都是从那个酒楼叫来的。然后很感恩啊，然后已经享用好我们的团圆饭。那现在呢就是要做一些幕后的准备啦，那就是要去准备年初一明天会有客人来拜访啊，要吃的那些蛋糕啊，那些过年零食啊，馋嘴的啊，这些乌七八啦啦要放在这边客厅，等一下这边摆放着。好啦，现在我就要去帮忙我的妹妹啦，以后准备要去切那个蛋糕，应该有很多口味，妈妈买了几种，我知道其中有 cheese 的，所以我要偷吃一下。 OK， 那等一下再 update。 糖果啊什么？哇，摇尾巴哦，全部都在飞着看电视。看见彭于晏吗？嘟嘟，哇，彭于晏变魔术，哇塞！哇。哇，看到你们最爱的彭于晏了没有？春晚，来到我们丁家才快买节目啊！他每次玩呢，对吧？现在我的爸爸已经在外面安排着放烟花了，听到吗？大家听到那个声音吗？好像全世界都在放烟花哦，好热闹，超喜欢的感觉，自家放鞭炮耶、yeah! OK， 开始，爸爸来了，12点，哟呼，来了，好，爸爸就要放这边的了。哇塞！哇，又来了，家后面又来了。哇塞，紧张哦，打罗。来，刚才唱歌那种烟花，他会唱歌的，呜响了。哇，你看哪？哇塞，那天空是这样的颜色哦。哇，那边放停。这边又打，
这边又放，哇塞，那天空看了full的哦。这里是自由式的放各自买的那个烟花，然后天空都会看到一闪一闪的，就是放着烟花啦。好的，我爸爸讲迎接好财神呀。现在我要进屋子换衣服，准备睡觉了。呀，宝宝来了吧？耶，就这样，在这边过年真是爽，烟花放自己看，不用人挤人。哇，好好热闹，你们听到那个声音吗？第三天录制这个春节的 vlog 啦，很感恩。然后记得也是一样，要做四个步骤的你，那就是帮我点赞，然后留言，开铃铛，最重要是什么？那就是订阅我，很开心。那今年年三十就这样度过了，然后祝大家出席快乐，然后注意，明天见。来更新给大家看注意的我会怎样度过，会做些什么呢？好的，那就这样跟大家先告一段落了，晚安啦，拜拜。我遇到一个，有人看那边。